好消息，好消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恭喜你，为庆祝梦琉璃 JK 维多利亚贵妇璀璨霜成立一个礼拜，今日特惠不要199，不要699，不要999，只要99。兰蔻同厂、雅诗兰黛同源、海蓝之谜同厂家 ，La Prairie 看了也要叫爸爸！一抹亮白，二抹年轻，三抹返老还童。脱发抹了它，秀发新生了，失恋抹了它，老公回来了，癌症抹了它，器官都能克隆了。今日厂家在线购贵妇璀璨霜，99也不要，但198。订购热线请拨打3151某个贵妇太太。你们好，今日敬请观赏阿派同厂一线配方，喷遍当代美妆圈。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解决以下几个方面。一，所有人都很好奇的，大牌是不是都是代工厂生产？是也不是，大牌的运作模式基本是这样，像欧莱雅集团这种大公司都是有自己的中央厨房，也有自己专门的生产厂。就比如你会看到基本上雅诗兰黛这些品牌，大部分产品他们都会是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生产，也就是中央厨房做好了以后给到自己的厂去生产。但其中也有他们生产不了的呀，比如说到做气垫、做面膜，用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工来生产，这玩意儿明显不赚钱啊，所以他们会直接给到中国啊、韩国啊、还有泰国啊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去生产。这里面举个关键词 OEM， 翻译过来就是代为生产。其中最著名的也就是我们手上的苹果，富士康就是苹果的代生产商嘛。但是核心的手机技术还是苹果的噻。好比什么，我要请客吃饭，注意好，时间够，自己做一顿给你们吃。我时间不够了，我厨艺不好，我就不会做饭。我唯一会做的就是方便面。打个电话叫托尼，托尼帮我做完了这些饭，送到我家来。啷个吃得饱嘞？我20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所以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问题：二，微商或者是国产小品牌，有没有可能真的跟这些国际大型代工厂进行合作呢？答案当然是有，毕竟一家饭吃不饱，吃家家饭那才香。就像你们看到那些耐克啊、阿迪啊，基本上现在都是 made in China。我们现在可是国际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了。根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啊，现在国内已有的化妆品品牌有20000多家。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完全统计，我觉得至少有10万。而生产资质完善的厂家却只有4000多个。所以说，你说那些品牌啷个变？那些产品是啷个变出来的？它总不能是块石头纹起两开花中美合变噻？烦死了！这个时候代工厂的作用就完全体现了，钱也最少，给我钱多的，我是不是就要优先让你用我最好的生产线，我最高级的机器呢？而你给我最少钱的，当然你用最普通的机器，最普通的技术呢？不过你们学过化学的就晓得，那个高级的机器研磨出来的粉和那个普通机器研磨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小的通厂生产的微商或者小品牌直接媲美大牌，基本上属于白日做梦。对了，再给你们说一个哈，就是你不晓得，哪怕是就是二裂酵母发酵产物中保护这一个东西，大牌和小牌用的都是不一样的。那就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四，就算这些微商不能百分百的去对比这些大牌，那至少这些大厂是不是就能保证他们的品质了呢？哼，天真。业内流传甚广的一种模式，喂，杨总，我要生产个美白精华。杜总啊，那你预算多少呢？预算10块钱，要卖199。没问题，没问题，配方马上给您。直接拖出去，犬绝。都没有化学这个东西，100块钱也能给你配，100块钱也能给你配，反正你们大多数看成分表，第一位都是水，成分表在包装上面又不显示浓度，你晓得我添加了一克还是一微克？甚至还有一种骚操作，就是大牌和这个小牌的成分表可能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哦，都在浓度上面微调了那么一点点，哦，那相当于白开水加上大牌里面直接灌装成2个啊。还有一种骚操作是大牌和小牌，你看要去成分表只差了1-2个，或者是它成分表多了1-2个，或是少了1-2个东西，有可能在里面加上一些你不为人知的骚操作，擦到脸上，搞不好就是元素周期表。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大牌找代工厂这个事情啊，就有点像我和我的老公张艺兴、吴磊、易烊千玺、王俊凯，凭空想象，你在凭空捏造，却做了10块银耳，拿了我的一个卵子，就他的一个精子。也活成了我们爱的结晶。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在我肚子里面长大的，总归他是我的儿子吧。而小品牌找代工厂呢，就有点想去孤儿院。大厂家只能保证这个孤儿
园里面的儿童都是好手好脚的，但是血缘里一定跟你没关系，我没有关系，张艺兴、吴磊、易烊千玺他们通通没有关系，好吗？所以再看到啥子大牌捧场，直接告诉他喊我爸爸。我踩了四脚，老子还得拿块砖往他头上砸。我是来自金瑶山增加，一看这个璀璨贵妇霜，它又大又圆，像不像你欠我的一键三连？不要白嫖！如果这个视频让你想起了那个不要脸的，敬请在评论当中喊出他。